现在在 Google Play 消费就享有。报告告诉你的 Google Play 王百事回廊。欢迎来到。欢迎来到 Google Play， 掌声加尖叫。今天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8月24日的 Google Play 客座编辑推荐活动呢，现场我们将会邀请到两个超人气的创作者，那我们欢迎叶子跟阿红，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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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作为8月24日的小试身手，那我们要搭配呢是剑与远征启程还有呢白金回廊这两款游戏来进行这个队长的暖身赛，希望等一下两位要加油一下，毕竟今天是攸关到当天8月24日。好，那我们就请把我们神圣的队长衣服请拿进来。那既然阿红叫阿红，肯定就是要蓝色的。是这样吗？那这样好了，我们先给你穿红色，但如果你输的话，从今天到活动当天你都叫阿蓝。牺牲那么大，直接改名了，听到名字也要改掉哦。等一下呢，你们要挑战播报，因为又实况主又创作者，口才一定很好嘛。直播常常讲的是疯话，就是怕你们讲疯话，所以今天特别准备了提词机，你们要一字一句的按照提词机上面去讲。提词机里面的词呢是用抽的，桌上很多卡牌，看到哦。两位直接猜拳吧，我会出剪刀。这种人最过分。我刚刚正想要讲我会出石头，就他先抢先。很过分哎、欸，耍心机来喽！准备好两位石头布。请问你要先攻还是先守？我要先守，我要先看他，他想要先看你表现。好，来红色的卡牌，请先帮我抽一下。这只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起程15秒，那我们要抽一个彩色。来，这个是肢体干扰。等一下，我们就比秒数，然后跟错几次吗？是吗 ？OK OK， 预备开始。这些游戏《剑与远征》《剑与远征》启程已经在 Google Play 游戏上线啦！我都告诉你，现在 Google Play Points 大回馈，游戏中消费更享点数8倍送，去超商缴费、银行转账、线上刷玉山信用卡更享满额20%回馈，快点加入 Google Play！ 哎、欸，其实叶子人很好哎、欸，我很难干扰他。你们已经变成双人相声了，就他在讲话，然后你在旁边比一些，你知道吗？表演是有加分的。对呀、啊，我还帮你加分了，是不是？根本是友军。但我们还是要看你的成绩。21秒，我念那么好，我也觉得你念很好哎、欸，但没办法，成绩就是在摆在眼前。好，接下来的轮到叶子，那我一样要洗一下。好，请叶子来抽一个。抽个男的，抽个男的。我抽这个。哎。白金回廊30秒的优惠，但是你还要抽一个挑战。30秒的词配上的是一心二用。一心二用是什么？准备好了，预备开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为您带来激动的人心的消息。角色被打，角色被打。最新游戏《白金回廊》正式上线了。消费享有8倍点数，我想偷看地图啊！让你手机收，角色还在吗？8倍上快，此外你还能够以5折店铺将白金通行证带回家，5个签章指定支付方式，还有满额20%的回馈等你来赚。这么多的好康，千万别错过，快加入 Google Play！ 而且我还刚好打完，厉害！真的假的？厉害厉害厉害！28秒，很厉害耶！30秒内，他在28秒就完成了，而且还打赢了。这么强、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玩什么。在家偷练。你完蛋了！哇，阿蓝，一个头两个大，怎么办？来哦！我不知道怎么办。偷吧，你不要。好。对啊。这个要扳回一下面子。哎、欸，不是，你今天早就不见了吗？等一下，来，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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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一个稳的。这个。这个是。《和你英大集合豆花篇》，你们这，啊，我要把这个放进去，然后洗牌。你们真的是够坏的。
来，请看一下你的干扰是什么呢？这个是镜像挑战，镜像挑战等于是处罚到另外一个人嘛，对不对？我又要表演，他又要表演嘛，对啊，他要学习他嘛，然后一边练。对，你要好好看清楚我的动作哦。你知道吗？最大的影响到他是站在他后面，因为他一直回头看你。这太难了吧？他要回头看你的动作，你看，你知道吗？他要两边一直看。台湾民意不负责统计处，你可能没听过的民意，我的豆花30块。2014年，两位声称是文仲先生，另外将豆花撒落在妈妈身上，竟叫我的豆花30元，豆花怎么办？主播我一个回顾后不禁感叹，我的豆花60元，在哪里能买到30元的豆花呢？在此邀请观众8月23号跟我们一起吃豆花，看 Google Play 客座编辑推荐吧。哇！我豆花，我一度以为你要跳 locking， 叶子不是有比数字吗？你为什么？哦，他有比数字哦。他有啊，我以为他跳，他有啊，就比较。就是阿红的秒数是豆花20秒，这么快？对啊，所以他等于是，哎，他整个分数追上来，哎，我好起来了，哦，追上比分喽。好了，那我们请叶子帮我们抽一下。好，好，就这两个哦，来。台湾民音大集合，阿北篇，阿北出事了，阿北出事了，因为你抽到的是肢体干扰。哇，我有新招，你有新招？等一下啊，措手不及。没有，我没问题的。台湾民音不负责统计处，你家巷口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阿伯呢？快四年前一群放假的居然坐上小黄，穿到田，画面中只听到一句话：车要我怎么开？我真的不欢迎来到台湾民音啊！这样我真的不敢开啊！主播，我和四年前后医生阿伯出事啦，出事了啊！字幕君，不好意思，字幕君怎么了？字幕君怎么变成你啦？这从此奠定了成功岭最初的传说地位，是我在此提醒各位，开车请勿超速，超速选择控，请各位8月24号慢慢开来会场，参加我们的 Google Play 客座编辑推荐活动。我刚刚看字幕看得很认真，然后转过去发现，怎么换一个人？然后有干扰到吗？太好了。有有有，因为他刚刚其实又从头讲了一行。哦，可以哦。那我们看一下这样子的表现，叶子的秒数是35秒，哇！多了5秒。所以最后的真正的成绩到底是？我们把比赛结果延续到8月24号的战场。哇，卖关子，好会玩。好吧，就让你提前不用改案了。对，24号。太好了。对，改案了，可以吧？可以。当然了，今天就两位游戏玩得很开心，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8月24日的 Google Play 客座编辑推荐活动，我们在现场除了两位会跟大家一起玩游戏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对战的环节，专业的卡牌策略分享，记得一定要帮我们把时间留下来，才能跟两位一起同乐，好不好？那如果呢没有办法的朋友也不用担心，记得到 Google Play 的 YouTube 频道，因为呢当天我们会做直播，我们三个包括了叶子，然后还有阿兰呢，我们就当天8月24号见喽，大家拜拜。